这旁边还是个村呢，这村里面的小院不知道有没有人租的，问问。这个大哥，捡这些柴火干啥呀？就是烧火。烧火啊？哦，这里面是个村是吧，大叔？对，本来是村。哦，那村里面那房子都是自家盖的？啊，对。有没有出租的，王伟？现在肯定有住的。啊？住这个柜儿，都该住上楼去。都住到楼上去了？啊。这里都空了？这里真的是空。啊？那咱们这西边真盖的楼。都搬到楼上住去了、啊、对。那这房子租多少钱一个月？这不知道，你去问那问谁呀、啊？那里面有写的吗？问那大队是有的人啊？大队是吗？大队里面啊，对，啊，这都是四圈，他家家户户都是那种农家小院啊。对，我去看看去啊。啊，谢谢你，大叔。嗯，这个大叔说他那个。村里面的人都已经搬走了，搬到楼上去住了，这里面的小院应该有很多闲置的，都没人住的，看看有没有人出租的，问一问。这边的还门口还种了一些辣椒什么的，这小院挺好啊，确实都没人住了，看看是吧，还有石头房子的呢。这门口啊，都已经是杂草丛生了，距离海边也不远。看，像这种一般的，它应该就没有那种什么。大叔，这小院有没有往外租的？有没有往外出租的？我快出租呀！啊呀！哎，我也不知道。你也不知道？嗯。哦，我看这房子有很多空的哈。啊。都不住了。俺们家有哈。嗯。这户北二没有，户北二也两家不能住。那么这也没人住啊？嗯，不知道这家，这家是生机海的。啊？生机海的。什么海的？生机海。俺这里人没人呢，就房主啊。房主啊，叫司机海，他这的嘛。叫司，这人家住着呢。嗯，这就是应该有住人的，没有锁门，门口打扫的干干净净的。嗯，这问不着，网上也查不到，但是中介那里也不好找，也找不到。像这种农家小院是可以。没人。这一家，这一家也没门了。看，没门了。哦，有个门房，窗户都已经拆了。好吧，那还是去其他的地方逛逛。没有啊，找不到，还是继续去其他的地方再看看。这个是卖的什么呀？桃子、苹果。桃子、苹果。啊，对呀、啊。这桃是现在的吗？是咋的？不是，我是说，是现在这个季节的吗？对呀、啊。怎么卖的这个？4块的、5块的不一样，还有10块钱三斤的。这个叫啥桃呀？一本沙。甜甜的吗？脆甜。脆甜。嗯。啊，不用。你看，咬一口，呀，丢了，不是皮丢了，放一放就圆点。不算，这个桃子不算。这个是生的哈，那个红的。再去看看这边的房子，这都是公寓类型的啊。嗯，对，嗯，这油烟机能用吗？嗯，这个是天然气的，它没接天然气，只能用电磁炉、电锅做饭。啊，就自己买一个呗，是吧？嗯，对。哦。
30块钱我往上搁。哦。这边也能看，两面都能看啊。热水器也都能用。嗯。刚才就看了一下那个房子，那个房子很小，然后那个这个很好大。如果是按天的话，住的时间长了，就是50块钱；如果按月的话，是500块钱一个月，就是短期的；如果是按长租的话，一年就是3000。它这个还有3600的，就是有那个家具的。哇，这里风好大，我怕把手机吹跑了。